大家早安，那还有个地方没有跟大家介绍到，房间里面的大窗景，来让大家看一下无敌海景吧。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呢，我们在这个秘境当中的秘境，透过八位的艺术家他们所装置的这些艺术造景当中，可以更加感受到我们烈雨乡。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纸雕作品，然后它变成公共艺术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作者是若涵老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若涵。旁边这个作品呢是我的创作，那刚好它后面是过去的碉堡留下来的遗迹，那正对这个秋千望过去是海，是小金门还有大金门。那这个作品其实它的八角形，我们往天空看，看到的八角形，它代表的是国姓井，是在烈屿乡上面，当年因为郑成功来到台湾开凿的一口井。对，那用井去做概念，用井去做概念，因为那个井就是刚好是八角形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圆，对，所以这个造型上是这样。那中间那个圆就是我跟小朋友一起创作，然后外面是我自己的创作，这样子，对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是纯白色的，嗯，很浪漫。大家如果有来到金门的话，一定要来看看。会有这些油刺的植物，龙舌兰是最多的，仙人掌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一些很刺的东西呢，我们依然还是保留它原本的样貌，只是用一块布去把它做缠绕而已。这是一个小小的屋子，然后外面可以看海。这是其中一个装置艺术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然后外面都是防风草跟仙人掌，这里面讲话应该超级回音的。走吧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，Go。再尝试一次吗？再挑战一次。比较高的。再挑战一次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子也可以。啊，用力撑。你没有往后仰，屁股往后。你要用手。等一下。就是。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看，快笑死了。就是。嗯、超强。你要整个撑起来，然后再往上。哎呀呀呀！再撑再撑。可以了可以了。赞。好，你慢慢成功。过去欢迎。对。所以，我有做了一个类似。那个伪装网的一个状态，那伪装网我把我本来是想说在金门的时候有一些关于大陆漂移过来，现在要去三层楼，是这边很有名的一家餐厅。
我们晚点见。这次他们有一个环猎屿的单车行动，他就可以等于说巡回整个岛屿，然后呢还有到这里可以来吃吃东西。你要吓死谁？你干嘛车祸？设计系，设计系，不要这样吓他。没有印过这个，不知道。好。哦，你这样丢我们设计系的脸，这样。用力哦。红色的线。使出你吃奶的力气。啪！断掉。很软的，可以第二次吗？可以。还没有。你想要十次也可以。红色会，因为红色很显色，金色不显色。你差不多了哦。应该还好，应该还好，应该应该。色彩色那个色泽有出来。对，这个那时候在大学一直在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啊，透过了。可是还好。上去了。哦，吓死我了。可是我觉得不会很明显呢。好了，坚持到底。
换场一下。这是刚卷印的袋子。你没有往后仰，你要用手。